2023年上半年度内地票房王是谁？台湾最新出炉的排行榜结果告诉你，他就是金马影帝黄渤。据调查统计，在九大卖座巨星中，黄渤以145亿票房居冠。他凭借电影《人在囧途之泰囧》《西游降魔篇》《虫子西斯痞子》等片抢下了145亿台币票房，约合人民币29亿。而仅次于黄渤位居排行榜亚军的，则是演员文章。他以《西游降魔篇》《不二神探》等影片共抢下台币74亿票房，约合人民币14.8亿。